怎么了？我呢？周川被冲进马桶。啊！小人怪很久了吧？不是，是我刚刚想冲马桶里的纸巾，没想到周川突然间蹦出来，然后就……我这下罪过大了。嗯，说不定是做了一件功德呢，说不定他到了下水道之后就能很好的生存呢。真的吗？ 进来睡吧，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睡得舒服一点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哦。那个房东手册。